你在做乜嘢？真系冇。嗱，大家见到袭击我。相信大家都仲记得呢段男人闹小巴司机嘅片。呢、這个绰号阿灿嘅男人，仲自爆系黑社会成员。星期三，佢同另外三个人被发现有1.7公斤可卡因同一啲战略物品，被警方以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同违反进出口战略物品规例拘捕。你系咪自称圣王啊？嚟噶？你而家系咪自称圣王？阿灿仲涉嫌刑事恐吓同自称三合会成员。据知佢2017年已经因为藏毒、自称三合会成员同扰乱公众秩序弃保潜逃。粗略估计佢至少身负7项罪名，当中贩毒按揾到嘅毒品重量嚟计，最多可以判入狱23至26年。